讲一下这个骷髅。我们西藏普遍全部都是天葬，但是保留骷髅的只有在我们这儿。就是这个保留骷髅的主要目的，就是无非就是告诫活人脱俗上少作恶。咱们就是人来的时候光屁股走，走的时候也不过如此。所以咱们在这里边少出的为这样一个教育意义。我这话都是生于尘土，死于天地，是最平地的事。无论你生前拥有财物、富贵、地位、财富、野心，或者精神、经过的容颜，到最后